如果我们第三张专辑再说，可以邀请您来唱我们合音吗？可以啊，哎，这录起来接起来，我几个就是 me。我刚第三张专辑发出来的时候，如果没有找，我觉得疯狂，每天会丢讯息。大家好，我是美食睡的芊芊。很多人呢都会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说，哦，芊芊，我觉得你一定要出专辑、出唱片，有这个留言吧？后置可以找一下。但是呢，你知道要进入音乐圈，首先第一步就是要确认一下我的音乐的灵敏度究竟好不好。嗯，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的。但是呢，我今天呢邀请到了音乐圈的人来跟我一起 PK， 看一下我的音乐灵敏度究竟好不好。如果我赢他们的话，就代表我有机会可以出专辑了。我们欢迎告五人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告五人。我是全新，我是云安，我是千哥。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谦哥真的很穷，因为他们家有可以就是煮安安给的那个桶子，对不对？因为我其实很想要去，就是宜兰你们的那个领域，然后去拍片，尤其是你们家，哎、欸，很不错，我跟你说，我觉得非常赞。他妈妈腌的那个烤鸡的味道非常赞，嗯，好吃的是好吃的，有点，哎、欸，我发现只要讲到那个吃的。谦哥通常的回应都是哦，有点饿，然后就结束这个话题。这已经算他就是讲话的那个句数最多。他刚刚讲三个字哦。对，要这样就是好。那今天呢？音乐的灵敏度这件事，你们有没有信心？有啊。我们应该算是蛮敏感的人。蛮敏感的人。Sensitive。我也是一个蛮敏感的人。所以呢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跟他们对决。如果我赢的话。你们就要颁发音乐人认证卡给我，没问题，还是我们直接先颁，直接发片。你们代表，哎、欸，你们代表整个相信音乐，就你们马上到，哎、欸，那个怎么这样子？好，我们举手的抢答可以喊自己的名字吗？我觉得这样比较可爱。也可以啊，嗯，喊自己名字。对，就全进，这样子。哇，我觉得好尴尬。好，那我们就进入挑战。嗨，打开一开罐。等一下，他没有喊他自己的名字。哎、欸，还有这种的哦。姐姐，姐姐，开一开罐的声音。在600公尺处。云安。听说。Google 地图。你好厉害哦！为什么你反应这么快？那是导航，导航哦。对，我很会开车。见鬼哦！对对对，是每天几乎都会听到的。他说我没听到，你就要扣分吗？哦！你这么凶？那传心，请说。那个手机的震动，答对了，我两分。圆，方向灯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哎，我没有开车，你开车。我知道那个方向灯的速度是84或85。哇！每天都在练习，没事。专业的。好，第一个是，第二个。我、哦、太紧张。第一个是消防车，第二个是哇，这真的是没消防车，垃圾车，哇，不是，喂、欸，真的假的？什么意思？垃圾车，垃圾车不是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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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第二个是什么车？第二个是白色的车，有人送，上面会有人捐赠的，啊、对。捐血车吗？捐血车吗？捐血车吗？白色，救护车，哎，对对对，恭喜答对，哎，这混乱吗？等一下，我对不起我护理界的朋友们，对，捐血车，对呀，来人啦，对，你要在此郑重道歉，太丢脸了。进站的声音。Oh, 等一下很难哎，这个我真的不知道。而且重点是你们三个是宜兰人，对。但是你们知道每一条捷运的声音都不一样，对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再听一下，你们猜是哪一个线的声音？猜这么难，这题超表你们的。哇！这是芊芊宜安板南线，对。我就是在板南线的人啊。板南线。
噔噔噔噔噔，这样。哦，这是超商的声音吧？那刚刚我刚刚在唱那个，是同一个吗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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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为什么像刚刚不一样？那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我们下一题，直接发片。再来的话是某一个动作的声音。我觉得刚才我觉得音乐无关哎，怎么办？工作人员。啊，对不起，我们下一题。哦，那个云安那个拉链的声音。哇！我想说谁放屁？水屁之类的。脱夹克的时候，对啊，这样子。因为讲的好像我们没有夹克一样。不是，拜托。我是有玩拉夹克、玩拉链的人。哦，玩拉链的，就是一直这样，一直这样，然后就觉得很爽。就是你大怪怪的，他怪怪的，你才怪怪的。谦哥要加油了。好。谦哥加油吗？好。我们在山上，谦谦。圈圈的声音，而且还是唱张宇的歌。伞下，伞下。哎，为什么放一段唱比较不好的啊？直接现场来一段，那你唱一下。嗯，我们在伞下如此执着凝望，执着凝望的方向是捆绑。可是大家都说我音准只在合音部哎，但其实我有参加过合唱团。我要跟你们说一下，我怕你们会想说到底。你有参加过合唱？我有参加过。你是里面赖以冲的。合唱的天才。你是合唱的天才。如果你们有需要合唱的时候，可以找我。那我们接下来的音乐节，请发他，谢谢。下面人会不会丢垃圾啊？对。下一题，一位 YouTuber 的声音。哦，哇！哎，这是你的主场题哦。对，你们平常有在看 YouTube？ 有啊，有有。谁？你啊。对。芊芊，你们真的很不会讲话，你们看一下全清哦，女生果然。你们前一秒还在滥竽充数。好，要开始了。好。哦。芊芊，芊芊，芊哥好了，因为我听不出来是谁。啊，芊芊，可是我不知道是谁。哈哈哈！剪刀布，剪刀布，剪刀石头布。Yes， 剪刀石头布。好，给你了。好，全清回答。十万。Yeah! 下一题终于来到歌曲的题目哦，好来吧，终于。刚刚前面是歌曲啊，好，要来喽。好。这个。你刚刚讲成独角兽哦。怎么说？我剪这个剪刀，竟然错过，碎碎碎！他在讲错哇！对，你直接退团嘞！他兴奋到讲不出话。终于轮到我了，终于轮到我了，中乐透完了。下一题。歌曲的题目就到这里。就这样。哎，这根本不是音乐相关的题目吧？但我很喜欢这一首，我很喜欢《爱人错过》，谢谢。那你等下唱《爱人错过》吗？我可以帮你啊，我们全部人帮你伴奏。帮你伴奏。哒哒哒哒哒，是这样子吧？哦，不是，没关系，下一题。是啦，是我跟想说来接口。哦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，爱人就错过。不是他刚，他每天天每一则 YouTube 我都按赞，开启小铃铛。芊芊，你要讲哪一文台的？阿嘉，要拿出哪一台？明视、东森、TVBS 吗？东视、台视、中视、三立，答对了。三立啦。OK， 这个人大家都认识哦。好。芊芊，来请坐。芊哥，哇，他有这个声音！我们是团员，我怎么不知道？我连自己都不知道这个声音，等下。谁了？是谁了？哎，这个声音记录没？我要做成罐头音效。哎，那我们真的要签认证卡了？对，当然要签啊，因为他不是他居然。可以知道我们完全不知道谦哥的声音。公布一下分数，好，公布一下分数。分数是
是雅典娜吧？然后千哥是五分。云安是13分，天蝎是23分。哇！是不是？我就说我音乐的灵敏度。对对对对。特别签名不能只签一个哦，这样子。哎，我不能这样一脸厌世的签。来，我自己眨眼，你要开心。千哥，哎，千哥要笑，要笑。耶！你要发出你的声音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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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然后我们今天呢也非常的感谢告人，他们也即将发行他们的第二张专辑。是，今天呢我们也请他介绍一下他们的新专辑，以及唱一下他们第二张专辑的歌。耶！对，我们在12月发行我们第二张专辑《运气来的若有似无》。对，然后这张专辑在讲就是安全感。安全感，没错。然后这张专辑是我们在宜兰录的，整张都是在家里录音的感觉。没错，住了一个民宿，然后我们把录音器材全部搬到那边，然后营造出一个家的氛围。两个礼拜，每天12点到凌晨2-3点，对对对对。哇，宿醉的部分呢、啊？不是、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来请你们唱新歌。好，耶、yeah。相信乐观总会有好处，当他接纳快乐悲伤而带来的起伏，什么是迷惘，什么是无助，季节更替年轻的心，踏着红彩绘迹的河，思念后产生的荒芜，重新种下一棵棵树，带它飞往永恒的国度。谢谢。哎，我是超级 VIP 席，但坐在这里真的很好听，但你真的不尴尬？真的尴尬？不知道干嘛？就说要跳舞了吧？哎。接下来是某一个卡通的音乐。天天，好，天天。你打不出来，我这样接太快了。哆啦A梦啊，什么？